娶越南乾隆扮演者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《延禧攻略》电视剧将要翻拍越南版，该剧爆红东南亚，播出期间越南当地还率先外流最新集数，引发密切注意。近日该剧传出越南有意翻拍，事件仗义曝光，涌入了上位者留言关心。据当地媒体贴出两国演员对比照，越南演员五官和原版确实有几分甚似，不过明玉的选角被质疑怪怪的，讨论最热烈的则是高贵妃。两国网友调侃着，一定要这样委屈红丽吗？没必要这样伤害贵妃吧。法海快来，越南有的演员好好看啊。